跟我爸的初恋谈心，结果……阿春啊。刚才三春是不是管我叫嫂子？嫂子，我没听错了，那饺子他说的，他爱吃饺子。老话不讲的好吗？好玩不是？不是，就他搁哪儿论也不能管你叫嫂子，是不是？听错了啊，听错了。是吗？啊，对对对。你说你家这名起的也有意思啊。你爸叫大春，然后二春、三春，那不会还有个四春吧？没有，我爸就生俺俩，生俺俩他都费老劲了。不过我这么想的没意，等以后我结婚生孩子了，他就叫四春，哎，四季如春嘛，是不是多好？嗯，是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没意，你瞅我老弟像我爸不？这回啊？他不像。不像吗？但是我看着眼熟，想不起来像谁呢？你那的，像你那个你最烦的那人啊，我妈。啊。啊。你说也奇怪，一般来讲嘛，儿子都像妈，那我咋就像我爸了？你就想不明白啊？像大春挺好的呀，你说大春这么多年把你俩养大也不容易。他哎呀，这最近不行啊，梅姨，最近他抠啊，压岁钱都不给我，过年了，你说哎呦，不乐意说的啊。这都多大了？我再大不还没结婚呢吗？梅姨，该给点，一点不给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给你准备了，别嫌少啊。没。我这不行，这还好你刚才提醒我了。我不这不我不能要吗？对了啊，这个是你和三春的，你替我给他啊。啊，还有我老弟份呢。哎，忘不了，没有，爹给你拜个年，你说这给我老弟的是不是啊？